的，也是我们今天的神秘嘉宾。我们现在要欢迎他出场，就是我们的娄俊硕。哎，有点冷淡，粉丝朋友们，帮我们宣一下啊！来，我们先进行拍照。好哦，帮我递上麦克风。再拍一下吧，再拍一下啊！好好，那边。好，这边这边。刚测完光，好吧。好，还有哪边？哪边？好，上面。好，中间。还有上这里。好，右手边。好，左边。左边。来，左边。中间。直接回到中间。中间，中间。中间那个粉红色的。好，右边上面哦。好哦，中间下面再换个 pose。 中间下方，中间回到中间。好，右上，谢谢。还有哪里要拍的呢？转一下左边，转一下左边。 OK 吗？OK 了。好，我帮我递上麦克风。可以。我们今天请娄俊硕先帮我跟媒体大哥们打声招呼。嗨，大家好，我是瘦娄俊硕。哇，今天穿得非常的帅气，一身牛仔装到现场来，要不要帮我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我身上穿的就是这一次24新 Vivienne Westwood 新的牛仔套装，然后满版的这个土星 logo， 然后带来为我带来好运这样子，然后身上就带来很多的饰品啊，不管是银饰啊还是珍珠项链，都是我平常日常很喜欢带的饰品。听说今天这个黑色的土星 logo 上面是紫水晶嘛？对，是带来，然后紫水晶也代表着幸运嘛。没错，就是跟我们这次幸运的绿，就是超幸运，现在已经有两种幸运加成了，这个土星跟紫水晶这样。所以今天来到这个快闪店人，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的幸运啦，是，对不对？所以这个黑色的限定商品，其实是我们 A8 特别只有在这边才买得到的，女生也不用担心，因为女生有粉红色的限定，也是在我们 A8 这边才买得到的商品。觉得呢，自己喜欢吗？我觉得蛮喜欢的。你说黑色的，黑色的这个紫水晶的这个土星 logo 的项链，我待会就要带走。直接带走吗？哎，听说你跟就是 Vivian 有一段就是蛮深的渊源，是不是？第一次接触到 Vivian 是什么时候？哇，已经我想一下，应该有五六年前吧。五六年前，然后那个时候是造型师送了一对 Vivian Westwood 的耳环，然后我戴上去之后就有点爱不释手，我每天都戴。然后一直带到，上次去马尔蒂夫的时候把它搞丢了一遍。在马尔蒂夫是求婚的那一次吗？对。所以弄掉了耳环，带着下去游泳。不要带着耳环下去游泳，会不见。所以当时候有很心痛吗？蛮心痛的，因为那副真的跟我戴了很久，就是跟我很久。哦，真的吗？对啊。是一个算是一个也是幸运的耳环，是不是？对，但是还是蛮幸运的，像今天又来 VVNUSU 出席，就可以再多带几组耳环回去。没错，你现在身上这副，等一下直接让你带走，好不好？可以吗？可以啊 ，OK， 继续接续你的幸运。幸运。对，所以罗俊硕本人会希望就是可以推荐这些Vivienne Westwood的饰品，或是包包啊、衣服，给一些比较年轻的粉丝朋友们吗？其实我觉得 Vivienne Westwood 的饰品是蛮适合年轻朋友第一次入手的精品饰品，因为不管是它的款式很多样，然后很日常穿搭，像我平常很爱戴银饰，很爱戴珍珠项链，他们家都有以外，它价钱也很非常适合年轻朋友入手，所以非常赞，非常赞。那你在就是自己平常私下在表演的时候啊，你会喜欢做什么样子的穿搭？比如说用饰品啊，或一些鞋子啊、包款这种，你会怎么做？我觉得饰品就蛮重要，因为今天一直讲到饰品嘛，然后我真的很喜欢戴饰品，是。我几乎每天出门一定会带饰品，因为不管穿怎样，只要有带饰品就可以多了很多的层次，然后让自己的穿搭丰富起来。因为有些人觉得男生好像戴珍珠项链会有点少女，是不是？不会，会吗？
不会啦，不会啦，我蛮常戴，不管是正装啊，还是休闲，其实珍珠项链都是一个蛮好的搭配，因为让整体的那个质感提升。哦，那你会把这个好运啊，或是一些这种穿搭的理念传达给其他的粉丝朋友们吗？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平常要怎么样才可以跟你一样帅气？其实说实话，我今天才知道那个土星啊，这些像边边 Westwood 的 logo 是代表好运这件事情，难怪我之前一直戴耳环，都觉得运气蛮好的。那个工作运，对对，工作运很不错。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你看整个又是幸运草的绿色，嗯，然后现场又都是土星 logo， 土星 logo， 然后店里面又是各种土星 logo， 然后又有紫水晶，幸运加成，来这边就像是来庙一趟，好不好？最近运气不好，来这边走一圈，然后吃个鸡蛋糕，喝个咖啡，吃个鸡蛋糕，完美。对，因为我们这次刚好就是有。店会结合就是我们这个咖啡厅嘛，刚刚有看到我们的普星的这个鸡蛋糕吗？跟我们Soma的饮料，是，你刚刚尝过吗？哎，我还没吃，我可以现在吃。可以啊，可以啊，不然我们现在送一份给楼俊硕来尝尝。因为刚刚在那边就一直被他香到，但是都没有机会给我吃。因为他那个看起来有点，对，不假掰的。对，不假掰的。你小心不要吃到那张纸哦。对，香，有香是不是？嗯，因为这次我们这个鸡蛋糕其实特别为了这个快闪店，在，哎，等一下啊，它是那个，你要吃完吗？你要吃完，会有点干，有点干啊。对啊，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特地为了这家店打造出来的这个一个土星的提篮，对啊，让大家就是可以好吃好玩好拍。等一下让他喷一下，不好意思。让我喷一下。不好意思。稍等我们一下哦，对，吃播时间，等一下好好捕捉一下我们楼俊硕吃播的画面。喂，就是这样子。如果大家想要来拍照的话，在现场可以这样提着我们这个土星率满分。中下，右下，谢谢。中下。左边，左边。现场的粉丝朋友们，等一下想要吃我们这个土星提篮的，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咖啡专柜来购买哦。想要跟楼俊硕同款的，同样的打卡拍照 pose 的，一定要来我们快闪店哦。好哦。这样看完整个这样快闪店，因为刚刚其实楼俊说有到我们店上稍微看了一下嘛，有没有什么最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就是整间快闪店都是这个绿色，然后幸运草绿，然后又是满版的 logo， 其实看了视觉都很舒服，然后很多地方都很适合打卡拍照。它其实是一个珠宝盒的概念，因为里面有个系列的，它的珠宝盒其实就是这个绿色，然后把珠宝放在里面，所以应该就是男生女生收到这个礼物应该都会非常的开心。是是是。对啊，好哦，那我们进行媒体拍照。拍完了，拍完了吗？没有啦。男生的话就可以选择这个大包包，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不管是出游啊，或是上班，其实都还蛮方便的。回到中间，好，右下，好，中下，好，来，等一等，中间，还有哪里要捕捉的吗？好哦，还有要捕捉的吗？要不要像我那个珠宝柜一样，帮我展示一下你手上的珠宝？